好，欸，今天要继续玩这个，这什么游戏啊？角斗士梦工厂哦。好了，如果今天我胡言乱语的话，大家请见谅，因为我现在真的是要死不死的哦，弥留。然后昨天我后来发现敌人拿那大剑砍我，真的有够凶的，所以我决定我也要培养一只巨无霸大剑脚，好吗？我相信他没问题的。那敏捷是加什么？敏捷我记得昨天看是加攻速。那这个其实可以给谁，你知道吗？这可以，这个其实可以给那个啊，给坦克。可是这只好像血没了嘛，它血现在空了。血空的话，我们就先把它丢在家里面，让它好好休息啊。对啊，我发现哦，就是打完之后要把他们装备脱光，不然会怎样？他们会逃跑，把你装备一起带走，对不对？成为一个鸡巴男子啊，专门偷你装备的。真的是很贱，这种人啊，要不得。好了，先让他穿这件啦，意志双倍一样，力量加二。这只可以练吧？其实我是想要再去买一没只了，我也好想在老皮的地牢里被好好的调教。OPC 喽，下划线 HOPC 喽，下划线 He。OPC 咯，那有什么问题？你确定要来吗？我会好好调教你哦 我会带你去这个战场上面哦，然后你就要跑来跑去，好吗？因为你只要停下来就会死哦，我不是在开玩笑的啊。Move or die，移动或死亡啊，你想要成为哪一个？这个七等的，这七等受伤了，他现在也是不怎么管用。我想要再去买一些比较堪用的观众。对啊，这几个观众都被我超，这个几个也不是观众，这不是观众吧？有一些都被我超坏了，像你看，男神也是啊，都被我超的不要不要，我怕他快要承受不住了。敏捷加一，敏捷加一斗篷。好啦，我看一下啊，现在有比赛可以打吗？有表演赛不行啊，我一天要花8块钱呢，超贵的。初级角斗士，我去卖一点东西好了，怎么样？这个是2个人就可以打了，欸，其实还好欸，七等跟三等，那打打看吗？七等三等啊，算了啦，有点危险，其实有点小危，是不是？还是要打打看？我找男神上去打呢？什么时候才可以让我被买回来？能不能买回来这件事情也不是只有看我要看你的运气啊。他不出来我也没办法。好，我看一下，我换这个吧，大刀，大刀男啊，换一只大刀男上来。你看他的装备就知道了，他绝对不是一个好惹的角色，好吗？非同小可，非可。头盔其实有点重，他现在已经有快要接近惩罚了。好不好？我们就试试看吧，冲一波，总是要削点钱，然后这波削完，我们再去买几个新的奴隶。我希望能够买到一些，属性技能都还不错的。不然有些就是属性好，但他的技能组就是他的那个流派不对，很难用。14个月了，我啥时能当奴隶？哎，感谢陕西裔。我到时候再新增一些啦，再新增一些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小矮人，哈哈哈哈，笑死，哈哈哈哈，你娘子军有没有？咱们大部队来领啊，看他的姿势就知道，这两个不是一个你可以惹得起的啊，不是你可以惹得起的，自己小心呐。先打近战，破甲攻击！哇，这个连射是怎样？为什么射自己人？破甲攻击！靠，你射三修！哇，要死嘞！不是吧？我先让。
男生把另外一个射爆啊！哎，男生不知道射输他了吧？靠！男神，你怎么变菜啦？当年的你是射得赢人的，现在的你在干什么？怎么会射不赢？你的武器应该不差啦！我靠！小矮人这么强哎，还是男神遇到女生就会软啊？老了，超坏了，射太多。我觉得男神遇到女生就软了哎。不行不行，我再换一个想法，换个战术去打开。谢谢神童小子，我爱你。谢谢订阅，来吧。想说我们雄赳赳气昂昂的，而且重点是为什么他的衣服会多奶子啊？哎、欸，她是女的哎、欸，我现在发现她是女的哎、欸，我说奇怪，为什么会多一个奶子？哇，被砍脚胶。先射这个啦，射那么多箭，射不到他。你的攻速应该比他快吧？不会打不赢吧？哇，男神要输了是不是？男神又死了。不行欸，男神打不赢欸。我们是不是还要多训练一个弓箭手啊？对，他健康值不太够啦，健康值剩一半而已。太虚弱了。对啊。So weak。七等打不赢人家，到底怎么回事？而且他还有三个技能呢、欸。是因为他射太多，然后体力射光了吗？还是要手抄才会强？可恶，这矮人怎么那么强啊？这女的连站都站不好了。我觉得。男神的传说就要在今天终结了。被对方射到七七八八，哎，哦，被打到背了。干什么？还没喊到。哦，可以 shift 啊！不行啊，快跑啊！看到啊，男神要死了，没事。
射他，射他啦！行不行？看我一个微操！哎呦，这招痛哦！哇，那人剩3%，有点危险。中间拦截，嘿，这、啊。完了，怎么那么这么紧啊？战斗风格，攻击方向。他会回血，有点强哎。我中毒了。哦，好险 ！Kill kill。Kill， 死！这么强的人不能留啊！重伤，昏迷，男神昏迷了，太强了吧，不行的啦！这一组，不过还好我有赚了24，加上赌博还可以。男神已经。无法出战了，这谁？奥克斯跟什么泰斯哦？惩罚他们，服从增加了5点。哇！昏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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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通通昏迷。可这个升到5等去了、欸，把他双手点高。我让他成为双手战神，好吗？双手武器，双手武器要点什么、啊？势不可挡，冲锋吗？冲锋攻击感觉蛮强的，什么？他移动速度会上升哦。敌人每击中是敌人，下次攻击伤害会增加，还好。好吧，我们先把那个攻速点高，这个点高，嗯，然后来学一招猛的，好不好？进攻姿态降低格挡几率，回旋攻击还好，冲锋好了啦。冲上去扁人感觉很凶哎、欸，对不对？如何？大家觉得怎么样？三重奏还是要学破甲、啊，可以降低对方的物理抗性哎、欸。冲上去送头，我觉得破甲好像比较有用，我们学破甲好了。破完之后让队友去砍他，有点厉害哦，啊，有点厉害，哇，每个人都再起不能，皮皮破我，好，来我们去市场看一看吧，看有没有新的货色啊，好想买几个新货色，谢谢三鹿，感谢订阅，应该要抓几个皮弟回来啊。皮弟应该可以成为很猛的重战士吧？对，体重超重的战士要重战士。
吗？可是怎么都没有感觉，都没有那个哎，为什么都没有观众出来？还是因为数量真的不太多？我这个眼睛蓝色的杜斯卡太贵了，太贵太贵了，除以三，雷本，这个怎么那么操劳？这个脸感觉很操劳哎，脸有点老。砍刀，角斗士之剑，单手剑，穿甲剑，双手剑，穿甲剑可以买一个吧？如何？20块，20块说贵不贵啊？我觉得可以买。如何？买个好了。哎呦，风筝盾，风筝盾要60块，不行，我买了会没钱，买了就要穷了。这个衣服还是要先买一些。哦，这个呢，皮带，哎，有项链哦，智力跟意志增加，有点烂。敏捷加一的皮带，还好。敏捷加一，智力加一，其实加智力也没加多少。哎，力量加一，这个可以买。好了，钱快没了，把些垃圾装卖掉吧。奴隶鞋。等一下啊，这铁块可以卖吗？后遗症要点治疗哦，是哦，铁块可以卖掉吧？现在应该暂时还不太需要，对不对？这个虫鸣也太大声了。卖啊！对啊，我就先把材料卖了吧。现在都用不到，就先卖掉。原来要点治疗、啊，我以为是躺在床上他自己就会好。哦，是哦、啊，换市场看不用浪费回合啊！早说，原来如此，这样浪费一回合了。我以为只能看一个，就是只能三选一耶。哦，有哦，治疗有，有啦，还在治疗一回合啦，没事没事，治疗治疗，大家血都有点少，怎么办？我觉得又快爆了，哎、欸，三等的，他说禁止我参加，可恶，小队人数三个人，7等3等1等。这太危险了！9等1对1，朴素的这个感觉有点烂。9等1对1，我要带谁啊？1对1，我应该可以带一个人吧？他九等呢、欸，带一个绝世高手跟他来打一场。带男神。别吧，还男神，男神都快死了，男神都快死了，不好吧？他都快撑不住的感觉。完全不穿衣服，意志加一，意志是加什么的？体力回复加一点，哎、欸，可以哎、欸。重量 3.6， 太重了。敏捷加一，真的吗？持续时间一天。我要怎么让他吃啊？使用。真的要相信男神吗？不是，我不想相信他、啊。攻击范围，攻击速度。但我觉得他都已经这样子了，还叫他去打，你们这些有没有人性？我觉得你们都没人性欸。来，你们这些人都没人性的，都叫人家去送头，危险！跟你学的，学得好，学得好啊！
赌一波。人性都捏完了啊！这张地图可以哦。那对方拿出来拿弓箭，哇，拜拜。啊，你拿啥武器？斧头？拿斧头敢跟我打？旁边还有道具耶，是啥？旁边还有道具，还有这是蛇吗？老皮 Animal Rebel Ghetto Simulator 这游戏很适合你。那是什么东西？感谢谢订阅，谢谢大大狮子。原来是双手战啊，试探性攻击，是我的自残。我靠，不行，不行，没办法。他的那个攻击有点厉害。主角设计。可是自残拉开距离是还是 是没什么问题啦。啊，飙了。哎呦！砍到一下，失明，失明六秒，哎，双手武器好像也蛮强的。我靠，马上都贴上来，没中，哇，跑好快！你是不是开加速？哎、欸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掉下去，怎么又爬上来了？我靠！我就知道有炸。没办法射到他的脚。射不出去就被他那个嘞，被他追上去了，太快了啦。还要死，还要死！有人要死了！我爬上来了，处决攻击 ，kill kill kill kill， 卑鄙的战士。卑鄙的战士，一对一没输过。哦，加一等，碎啊！哇，哎、欸，这样好赚呢、欸，这样好赚啊！以后都找这个男神上去一对一好了，对不对？还可以刷装，终极激中型激励药水，乐谷治好了。反正这样一也可以啊，不用怕健康度，他可以上场了，该是他上场的时候了。先把另外一个人装备脱下来，你知道现在非常时期很穷啊，所以装备都是要互相共用的，穷就只能这样，双手盾剑，
是哪一只？这只吧。啊，它其实可以穿重甲哎、欸。T2 围裙。重甲好像没有比较好的。双刀流。攻击速度、移动速度、体力节省。贝利梅要开抽了。他要开抽了吗？我猜他六十抽毕业吧。我猜啦，你们觉得呢？我猜是六十抽。士气不错哦，这样的话我现在又有钱了。看一下还有没有场可以打。斗兽场要两个人，一对一打狼王跟狼，哎、欸，感觉这个没问题啊，一个人就够了吧？看我上去一对二，来，他每个游戏都超哦啊，不用看六十抽啦，是不是？然后那个大丸我猜八十抽。来，不就是一匹狼嘛？有什么好怕的？哇，嘴巴那么大，哦，好大只哦！C8763，我的回避可是都要全满的嘞。就怕你们这两只狼，大家还说八八八，八八八是你们拍手的声音吗？八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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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不是？八八八哦，你们想太多，真的想太多，是你们想太多。是啊，流浪商人带了一些装备跟武器到你的角斗士哦。嗯，他说他的装备是最好的，双手剑变种，角斗士之剑，400要四哦，好，而且这才四而已哦，买啊，没差，买啊，才四啊，四就买啊，怕他痛是吗？治疗，训练哦，他有办法学到什么流派吗？好想学一点流派，厨艺增加。医疗增加了，原本才二，现在变三了、欸。该买观众了是吗？我先看一下，不是，我现在手头不够充裕啦，想多存点钱，这个也可以啊，打蜘蛛可以、欸，来，叫我们的 C8763 上去打一场蜘蛛，可以啊，远程差一级就可以点了。这个点上去，我觉得男神会变超猛的，对不对？有点凶哎、欸，可以哦。技能，远程攻击，死亡地带，处决射击，死亡地带，这个不能点。好。这个是 C8763，C8 的话先点哪一招？还是一样先把这东西点上去吧，对不对？二十抽，还是要先点其他属性啊，增加命中，好像要先点满好了。他点满会有增加命中，还蛮强的。顺势斩。飓风，连环穿刺，有没有要推荐双持武器点哪招比较强？我猜贝利梅应该是60吧，我猜他60抽，我应该10抽都毕业了啦，我猜他目前20抽0，
哎呀，十抽毕业的啦，真的没在骗的啦。他二十抽，我跟你讲，他一定六，他一定应该是六五六十抽。连环穿刺比较好嘛，两把武器刺目标两次，是总共刺四次，是不是？主手武器、副手武器旋转，好吧，连环穿刺吧，顺势斩一点高。我想要一直不断的 C 8、啊、我觉得现在这只去打熊应该打得过，来吧，我们先打熊，大家再买奴隶那个奴隶，不然我到时候像之前一样，突然就没钱了。九等，打九等的、欸，他给这个还好，赏金30块，这赏金12块。你们觉得打蜘蛛好，还是要打这个人好啊？三十抽算普普了吧？三十抽我觉得算普普了，还可以啦。打人吗？30抽还好啦，我跟你讲，我一定10抽都中了，我真的不骗你，好不好？我们21号拭目以待嘛，我就冷个两天，没关系，我先冷个两天。80抽才有，80抽就保底啊！赔率，我的 C8763怎么可能输？他九等啊！哇，拿盾的哎、欸，盾斧战士，我的是双持，不知道有没有对他有优势还是没优势。不过我重装啦，其实也不太会输他、啊。我也是重装兵啊，不怕。嗯，他怎么跑下去了？爬这个干嘛啦？被他砍啦！miss。完全拼肉搏啦！那他九等也不怎么样嘛，杀了他！哎，还可以再站起来啊！大家都希望你死，你还是死吧！哈哈哈哈哈哈！他九等，我八等，我现在九等了。哇，好强啊！请问这个是已经大功告成了吗？战神已经凭空出世了，收入赌博两赚20，赚50，哇，好好赚哦！单挑真的超好赚的，哎，损伤又少，哇，舒服啊！这件耐性增加，格挡率加，可他其实我是觉得他可以带格挡，因为他格挡36嘛，其实格挡这样加上去是还不错。加耐力的话就是单纯加体力回复速度而已，其实还好。这件给别人穿啦，对，我觉得那件给别人穿。命中率加7要带吗？短裙 T2、欸、T2 应该比较强吧，闪避跟格挡，他就是打闪避格挡流，我觉得就还蛮不错的，可以知道闪避格挡。强的没道理，真的是强的没道理。双持武器，这个总共戳4下。戳4下这招，如果有戳中是很强啦。我觉得命中率可以给男神那只角色，对吧、啊？这只就还是把它留起来，弄别的属性吧，对吧、啊？加耐力嘛，敏捷是加攻击速度，不太需要了，他攻速够快了，闪避加10，好，这攻速已经很快了。
力量的话有加格挡吗？没有，没有加。好，不错。那我们就是有钱了嘛，来瞎拼一下吧，来去瞎拼一下。厨房，研究配方，医院研究配方，医院先研究配方好了。终极激励药水，要昂贵药草，要花七加回复20点战役。这是可以在战斗中使用，对不对？我前几天告白失败，请问你可以安慰我吗？其实告白失不失败不是重点，重点就是说你自己怎么讲，能不能赶快迅速再找到下一个目标？好吗？啊，因为我觉得告白失败是不需要安慰的。就跟你玩游戏，你这关被王打死，你看你朋友会安慰你吗？他绝对不会安慰你，好不好？我每次被王打死，你们只会笑而已啊。但是你看，我就这样因此放弃了吗？没有嘛，我就会在寻找下一个目标，让自己变得更强，挑战下一个魔王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对啊，所以不用怕。哎，暴食哥，暴食哥怎么那么强啊？锻造三欸，买了，买了买了，武器商人扩建长柄斧，这个是单手扩建，加敏加体哦，回避率加 5%， 体力节省，这个可以给弓箭手用吧？这个就要给那个。男神用会比较好一点点。头盔，意志力加一，敏捷加二，哇！欸，好猛哦！轻型胸甲，要没钱了。哇，紫装欸，体力回复，耐力加一。想要被我压得紧紧的？什么叫压得紧紧的？对啊，男神起飞了！男神拿到一件不错的装，给他戴上去应该会还蛮好用的。我等下把那个几个，我可以把他解雇吗？我想把几个没用的解雇掉好了。阿比、邓肯，还是要留点钱。我现在快没钱了，敏捷加一还好，智力加一，力量加二，韧性增加。重甲，格挡率加八，移动速度加一，哇，二十，啊，谢谢反常。要买重甲还是要这个啊？二选一，二选一，好忧郁啊，好犹豫哦，这个卖了吧？对啊。都买不可能啦，我只能选一个买啊，昂贵的药草，穿甲剑，有没有卖剑矢的？攻击角度，剑矢有比较好一点的，先买一个吧。哦，好犹豫哦，不行啊，我现在只能买一个，不然我会没有钱付薪水。高级比较好吧，先买这个。移动速度哦，对，我就是看到移动速度我也很心痒，可是它是初级，它是初级啊，初级我就觉得算了，反正中间都可以买到高级的，干嘛买初级？还是买高级的好了，搞不好后面还有更好的。又有商人来了，走开啦，拒绝交易。好，重新整装啊，先帮男神换新手。
我没买到新手吗？哦，我的手在这里啦。要拖一个东西吧，这好有，这有点重哎。不要穿鞋了，穿什么鞋子？鞋子没用哦。命中率加7的短裙，这样吧，对不对？穿鞋不穿袜，它就是减免体力，然后加敏捷跟增加命中率，这样组合算是还不错。好，再帮另外一个人强化一下，我们的主力战神，他现在副手武器还是不知道拿什么，对吧？双手剑有。暴食哥，这只吧，双手剑的，盾双手剑，穿甲剑，哎，为什么这个反而比较强啊？我看一下哦，盾双手剑攻击速度 0.39， 快两倍速度啦，然后攻击角度这个是110度，一个这个是50度。体力消耗12，哇，那这个好像比较强哎、欸，对啊，因为我觉得重型武器就是要拼单发啊，没有一发入魂啊，还是要带砍挥得快的，你们觉得呢？穿甲15%，真的吗？这个比较猛，是不是？好像杰洛特、喔，好吧，我就相信你吧。别让我失望，这 UC 穿透就是鬼，真的吗？那再加点力量怎么样？我让他成为真正的鬼，意志力增加，力量增加，耐力，这个是胸甲耐力，敏捷，这个敏捷是给后面如果男神力量高一点的话可以用。没有好裤子，初级手套，这样会不会消耗太多啊？会不会对啊？然后挥个两下，然后就没力了。在原地那么骂骂哈，体力加10，哇，12哎、欸，好凶哦！好，应该可以，就这样了，好不好？这个搭配怎么样看，我都觉得还蛮不错的。再把放下面，然后呢，我们再带一个人上去，先把铁匠换掉，暴食哥。这是可以解雇了吧？这是可不可以解雇啦？加智力的困兽之斗，生命值降于30%，近战的伤害增加20%，对神化生物造成15%伤害。跟强者战斗的时候呢，伤害会降低。宽恕被击败的敌人会获得服从度，处决敌人的话会失去服从度。哪有这个智力高又仁慈的灰兽人啊？这哪来的？我把他解雇了，不用看。我要怎么解雇他？你的灵魂还在外面幽会哦，好爽啊！流浪商人卖掉，好啦，是我啦，不行啦，我现在如果去商店，我等下就爆了。逻辑，
装备先拔掉，我就先打一场，然后打我们再去把它卖掉。哇，东西超多哎、欸，狼王40块，这个40块，小队人数一。要怎样才能加入？要怎样才能加入角斗士梦工厂呢？只要你是天选之人，就有机会可以加入啊！啊、嗯，好吧，只要天选之人就有机会可以加入。强断钢，哎、欸，这个打这个比较划算吧？我感觉这一场比较划算，对不对？我要找人上去打。他会不会撑不住？八等还好啦。削一笔，只能带一个人哦。啊，所以要上他吗？八等哎、欸，哇，这个有点硬派哦。可是如果上他的话，我觉得风险也蛮高的。那我先把另外一个人的衣服扒下来，我需要他的衣服。命中率增加，体力值加10，力量加2，加力量比较好吧？力量加2，韧性加10，格挡率加5，这个很重要。意志加1，力量加1，耐力加1，体力回复 0.2。 匕首要换吗？暴击率加 5%、欸、长柄武器好像没有比较好的武器。这就是双手剑，单手骑士剑，单挑弓箭能无伤，对方如果拿弓箭我就爆裂了。男神现在血也不是说多少哎、欸，我怎么看还是带他比较好吧？你确定要带男神吗？哇，有点危险，不成功变成人。初级胸甲有没有重量也是4的、啊？哎、欸，这个啊。敏捷加2啊，这是原本就是要买给他穿的啊。哇，男神越来越帅了。项链呢？敏捷加1，精准加1。项链带着，好啦好啦好啦，男神上。你只要能活着回来都好。我就觉得 C8 上去砍人是没什么问题。男神就是怕会有那种途径技的，他也是会被打到。怀疑人生，没事。我其实没有很在意。哦，来，可以啦，相信男神，只要有柱子的场，没有什么我打不败的敌人。只要中间有柱子。哦，赔率还 2.1 耶！哇，没有柱子，好里线，完了！哇，重装兵最麻烦的这个，不重装兵啦，就是拿盾牌的，糟了，11等，我的妈！哦，被挑衅了！啊，靠，又挑衅我！
他这会挑衅很麻烦欸。哦，差一点。死。差一点。耶。伤害超痛。哇，昏迷了。这还能打吗？五等跟九等。休息个半场之后继续再战。哇，他高到都已经要穿墙了，这个还好，单手武器的，单手武器仔，他没技能啊、哦！原来你才五等，没技能，吃土吧！舒不舒服？啊，没有，没有嘲讽，没有冲锋，也敢跟我打？弓箭克星，吃土吧！在射空气哦。男神在干嘛、啊？呵，好啦，哦，他太弱了，呵呵，这是太弱了，把你胡子，还坐在那边啊，好痛，这招好烂哦，还升两等哎，爽哦，赌博赚了38，快40金，哎，40银。然后奖金拿了54银，这样的话我们总共赚了1金，有没有赚1金？好爽，也没有赚1金啦，哦，赚一点点而已。赌博花费，哎，没有啊，我赌博还要扣2000，所以我才赚，没赚多少哎，靠！不过这个还蛮值钱，这个40银，卖这两个的话就有啦，超过1金啦，这场打仗赚超过1金。紫菜试图逃出去，逃什么逃？还敢跑啊？惩罚他啊！还敢跑啊？抓回来趴。螺丝，嗯，为什么不能？哦，生命值满了就可以不用住院了。购买日期，我觉得男神是那种不需要去训练场训练的，他就是一个一直打一直抢，一直打一直抢，去训练只是浪费时间。有了有了有了，升级咯，这招好烂哦，死亡地带超烂的，点点流派吧，提供所有友方 0.5% 体力恢复，其实还蛮强的，0.5% 体力恢复其实很厉害，意志力，这都是被动技能。经过长年累月的使用，弓跟箭就像是神射手身体的一部分，已经感觉不到重量了，减少 50% 所有远程武器的负重，好像蛮不错的。射出的箭矢呢，会有弧形的轨迹追踪对手。哇塞，这好强哦！敏捷9都可以用了。我敏捷多少？我敏捷还没9哦，行不行？这样能不能用？是敏捷。
装备给的好像没有那个哈。都吃敏捷，所有远程攻击的命中率增加4点。下一支箭矢会弹跳，然后射到目标之后呢，会弹至6米的另外一个敌人。这个游戏请问是奇幻游戏吗？好奇幻的感觉啊，有点奇幻啊。来，服从期。可以做药了吧？九，对啊，哇，还有一堆技能，怎么办？他的技能是捍卫者，捍卫者对他来讲根本没有用啊！增加体力回复速度，这个还好哎。敌人更容易选择你作为攻击的目标，仇恨值累积更多。被击败5秒以后，你会以 10% 的生命值复活， 300秒内触发一次。我靠，不死攻手，呵呵呵，是不是有点厉害？不行啊，他现在血太少了，不能训练了。我们有没有神射手？看一下，游侠神射手。啊，我们先看一下游侠什么好不好？我们先确认一下，我不知道要点游侠还是点神射手。神手吃敏捷，近身战你可以直接用远程武器打击敌人，射击近距离射击的话会增加 10% 伤害，可以点三次哦。受到暴击远程伤害增加，对于飞向你的箭矢，你可以有 20% 的闪避，移动速度加快 10%， 分裂箭。然后追踪箭矢跟往后跳，射出四支箭矢，每支箭矢造成 70.5 武器伤害。然后向一个方向滑铲，射击前面的敌人哦。我现在射击面前所有敌人，造成 65%。哦呦，好像有点帅。不对啊，我敏捷点那么高嘞，怎么可能还没有啊？他敏捷有那么烂吗？我记得装备也没给那么多啊，看一下装备给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四点嘛。啊，真的哎、欸，11点扣4点，哇，敏捷那么差啊！男神原来是个迟缓的弓箭手，打够了啊！哇。看一下游侠神射手有啦，神射手有，他已经有捍卫者了嘛，所以我找他去训练男神，他应该一下就可以学会神射手了，对不对？哦，是不是有搞头？我们先卖奴隶吧。流派要找另外一个人教，要啊要啊。只要转职成功就没问题了，等他就可以咻咻咻。训练是自己训练就可以了，十回合啊，十回合啊，哇，那真的有点难。三敌，八八八八八，八八八八八，三敌，四十。哎、欸，我为什么卖了两个，才加了一点点钱？不对吧？哦，半价卖掉、欸，哎，哦，原来是半价卖掉，大圆盾，力量加一。长柄武器，战棍，战斧，角斗士头盔，这还好。移动速度加五，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，这个啊，轻型的，
买了，才7块。较短的披风，移动速度加10。要50以内，好贵哦！我要怎么卖掉奴隶？有了，出售。走，你没有用了。这两只要留着。不要披风。好吧，再继续存钱。我想要直接跳蓝装。我们等下直接买蓝装好了啦，不要再买绿装了啦。直接买蓝装了啦，对不对？买什么绿装？我蓝装顶上去。到时候去挑战他们那个一年一度什么春季叫春季哦，是不是叫春季竞技场大会、嗯、又有人吵架啦啊，还敢吵架，惩罚他们。我的叫春季应该没问题。好，又一个人训练完成，来，该上了，把这角色弄到成神、欸、他会把东西留还给我、欸、还不错。我刚才想说啊，不对啊，我东西忘记拔了。高级角斗士重装，格挡几率，穿重就会降低闪避率，那不如穿重一点好了。格挡不用了，轻型盔，哇，越穿越下趴。重型战甲，对啊，罗斯一直各种跟人家吵架啊，你为什么要这样？你是吃饱太闲吗？好啦，男神就先下来休息。我们还是不能这样一直抄男神，我都快把他抄死了。再抄下去，哪一天他突然就暴毙，我就真的不觉得不意外。哦、嗯，让他好好休息一下，要爱护他，爱护他一下。来，两个人四等。有没有难度高一点的？8等四个人。哦，没有哎、欸，是一个人哎、欸。8等一个人，要上吗？我找我的 C8763会会他们好了，让他们成为我的精神粮属。来吧。男神啊，我觉得把他放进小黑屋啦，可能要把他放进小黑屋一段时间，没办法，因为他受伤几率真的太严重了、嗯、等级升太快。然后我要跟他找，我找一个人跟他一对一亲密接触好了，给他爱的教育。11等，哇，他11等，shit！下面是幼幼场，上面这边是很可怕，赔率。我下个。下个500算了啦，我觉得下自己啦，保证能赢。不然等一下如果说翻车就糟了。开玩笑，这身装备怎么有输的理由？我靠！等一下，我是不是看错什么东西？
怎么会有这么强？等一下，为什么有这么强的、啊？太强了吧！请问那个装备是什么等级的？我是没看过这种装哎、欸，这就像是我们这边就是 SBL， 然后突然有一个 NBA 的跑来这里，在我头上，对不对？来个扣爆，而且重点是还不是来一个人，还是来五个人啊、哦，还是来一个球团，到底是怎样？这里不是 SBL 吗？怎么突然就来了那么多人啊？等一下，我以为我们这边只是欢乐场。我靠！如果再大的有办法吗？好了，我觉得可以试试看，赌他一把。我们赌他一把。不怕，我们用操作打赢他。我们打几等的？怎么又打11等的啦？哎、欸，他把他买走了、欸，他把那只买走了。好了，我赌。耶、yeah, ，爽赚一天。大家好，椰油已经一年一个月了，老皮该给生活费歌，野油波浪图，野油波浪图，波浪图，波浪图。好了。哦，没有用哎、欸。试探性攻击。因为你矮啊，啊，因为你矮啊，我流血了，靠，太强了吧！身上都落红了，什么招？晕了。我流血了，靠，完全得理不饶人啊，怎么那么猛，哇，操作也操不赢他，但是不要跟他，不要跟他近距离贴着，应该就没事。对啊，我已经找到办法了。有可以回血的饰品吗？没有吧？他的那个四连斩没办法走位，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。不要跟他跑太久，用空气盾打他，这是唯一最好的方法了。不可能，这个拿弓打不了他，这个拿弓你没办法打他，因为他的那一招四连斩会贴着你，你根本完全躲不掉，而且他飞行的距离超远的，所以用弓箭，我觉得只要上十等之后的场次。弓箭拖延战可能就有点困难，真的有点难。我跟谁打？嗯，好爽啊！我一定买你赢啊，十一等的一定赢的啊，对不对？你怎么可能会输？
想不到你输的理由。我也想不到，Big Boss 要玩，想不到，这是好玩哦。可以点点数吗？啊，没升级，差一点。如果有升级的话，还有机会。你小子，这个如果赢的话就爽赚。可恶，差一点。Boss 今天不开台，对啊。来了，来，我要认真了，我不讲话了。怎么满满的 Kensy 味？开玩笑，这跟 Kensy 比，怎么比？也太难打了啦！怎么打？腿骨折。腿骨折，有没有 Kensy 的味道？对啊，他会回血，可是你太贴了他，也会被他，哇，好可怕哦！对他那个四连斩，我刚才有绕掉，他就只砍两刀之后，我绕他背后，他就不会发了。他的追踪有个距离啊，所以我不能够拉开距离跟他打，我是要迂回跟他打。我迂回打他就好了，就是，不用拖的，就是只要绕他背后一直砍他，他只要发那种招式的时候，我就马上移动。啊，可我第一场就要打他，哎，没有啊。九等，十一等，十一等。当黑魂再打。硬 A 应该会过，不知道。最后太痛了。可以哦，哇，不要受伤啊！影响力零，这个没升级，好可惜哦。啊，你为什么差一点进？如果我跟那九等打的话，我或许就可以爽赚。然后我十等再给他打，应该就不会差那么多。来啊！他的站姿好帅，有 Ken 味。
行，我要流血死了。啊啊！你如果先让我打那个久等的，我就让你知道我的力量。因为我输了，还说你流血了，害我吓到皮皮爆爆。我流血了，好恐怖！玩什么游戏这么激动？正在赌命啊！可怕。对啊，我刚才赌了3000块，输掉了。真的还是假？氪金啊？对啊，3000块。赌博啊？氪。我刚才赌3000块，然后就喷了。跟谁喷？跟谁赌？就跟那个啊，跟电脑对赌啊，然后就输3000块。Bible song， 我想办法帮你赢回来。那我赶快接工商了。我再赌一场，这场不会输。不行不行，不要氪，不要氪，不要氪了。来赌。不，我按了，我已经按了，3000块又没了。真的钱呢、欸？真的啊，真的钱啊。那么笨啊！我都是靠别人血汗赚来的、啊。对啊。好笨哦，钱乱。我因为我都压榨观众，然后就赚那些钱来。怎么可以骗观众的钱？我没有骗他们钱啊，我是压他们，叫他们帮我赚钱，然后我去赌那个钱，对啊。好可怕、啊！我要继续下，哎、欸、有哎、欸、有了，我打九等的。好可怕、啊！我不要看，我心脏。没有啦，游戏的钱啊。你吓我！你觉得我会赌博的人吗？对，我就很怕，我想说什么时候再换一点啊，赌博。不会啦，我现在要赌了。有了，这样我搞不好有机会哦，升个10等应该有机会。不可能啦，我不会赌博，我跟赌博无缘啊。这什么战旗？我马上让你出战旗过来啊！哈哈，你战旗没用了，来啊！我还是快点回避耶、欸，死！好，升级了。哎，哎，哎，啊啊！What the fuck？ 说好的升级呢？我靠，不行啊！我没升级，我要怎么打赢他、啊？不是别贪啊，你不能，你也不能别贪啊，要绕背很难哎、欸。别贪别扣招，攻三小。哦，背刺4连击可以，流血了，流血了，啊！背刺4连击的 ，kill kill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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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kill， 加五，不能捡他招啊！
他是魔人欸，那哦矮人，我刚看到魔人吓我一跳，矮人啊，基德人，这个比买记赌博还要好玩。这个有没有连线啊？如果可以，就是一群人连线的话，应该超有趣的，对不对？感觉应该很好玩，还敢吵架？惩罚他们！哇，钱都来了。看到袋子按暂停，没有啊，就不能暂停啊。升两等，双持武器，有了，我点了，点上点起来了，有没有？双持武器，命中率增加，然后伤害增加。点起来了，点。这招真的强，连环刺激真的强。然后呢，他的能力是什么？他的能力是，不知道哎、欸。捍卫者跟神射手，神射手没有，我应该不会点。捍卫者是什么？重型盔甲重量减少。哎呦！哎呦！敌人为作为你为目标，被击败之后可以复活，拦截，冲向一个盟友，在一秒内击退所有敌人，将50%的闪避化为格挡，堡垒，对说对目标造成65%的武器伤害。然后呢，八秒内减少目标20%的近战跟远程伤害，守护队友，重甲，对啊，嗯，难道我要点别的吗？可是我觉得如果他有那个的话，应该还不错吧？你都是两个黑点吗？一对一的决斗当中，命中跟闪避各加10点。不然我们再去到时候当决斗家，我觉得角斗士也蛮强的啊。角斗士可以把别人踢倒，踢倒之后做 combo 应该很猛。对啊，流派可以学，我要找人家训练他就好了。那我们先决定要练什么。蓄力斩好像是双手的比较适合、欸、因为它的伤害倍率比较高，不过它消耗的耐力还蛮高的。战斗狂热，我觉得决斗家还不错，有没有？你看它的允许武器类型双持，格挡几率增加3%，当你格挡成功的时候，还可以再反击回去，敏捷9。先这样，然后我看一下，我如果要点他的话，我会先点这个嘛，再点这个，哦，然后接下来周旋速度也可以点，因为周旋可以绕嘛，可以绕背，然后这个是打越多，他的伤害会叠越高，对目标造成武器伤害，无视闪避跟格挡。哇靠！太恶心了吧！那是什么？让敌人缴械武器，两秒钟禁止装备另外一件。太恶了！挑衅一个敌人，可以闪避到更远的距离去，进阶闪避，要缴械？你缴械了吗？12增加韧性，这个也挣脱也蛮强的。我先把智力点上去好了，这个智力也要点啦，智力要点到12，点上去这个技能如果触发的话，我跟你讲很可怕哎、欸，伤害又会变得很可以一直叠加，然后加上他又拿两把武器，攻速又够快，攻速快的结果就是他疯狂的叠加伤害，
疯狂的叠，疯狂的叠，然后叠叠叠叠叠，然后又能够反击你的攻击，因为你看这个技能又有加那个暴击倍率嘛，跟技能冷却，还有就是闪避，所以智力叠高之后，你就会变成一个单挑几乎无敌的存在，人见人怕，不要开玩笑，很可怕。来，我们接下来。他体力还够我可以先把他丢去训练吗？决斗家，我没有决斗家，我没有决斗家。啊，有啦，暴食哥，决斗家零，去买，不要，狂战士，盗贼。别再敲了，决斗家哦，是训练流派啊！原来如此，那你回去，我懂了，原来是要训练流派啊！决斗家，八回合啊、哦，懂嘞，懂嘞，都懂喽。啊，我懂，我懂了。OK。我又有钱了，我们再去打一场，打两只蜘蛛。哦，可以拿新的毛哦，拿两个毛会比较强啦，闪避加20%，毛毛，毛毛，是不是双手？毛毛，攻击距离又很远欸，他攻击距离 1.6 欸，人家短剑还挥不到你，对不对？我来拿毛毛好了，闪避率20%，毛毛，匕首有穿透伤害，可他伤害也没有比较高啊，我倒觉得还好，匕首普普通通啦，平庸的匕首，来吧，毛毛吧。男神要上吗？可是 男神 还没睡饱，我们不要上他好了，不上男神，我们上那个大剑那只，有没有？帮他装个装备，先脱下来。什么声音啊？移动速度加5%，其他这样穿就已经够猛了。力量加2，意志，力量加2，这个吧。另外一只带谁啊？要练他吗？我觉得盾牌也要练一下，对不对？盾牌也练一下好了，到时候应该盾牌蛮有用的。斗篷要不要带一个？虽然大家都说不要盾牌，但我偏要。我就喜欢看他穿盾牌的样子。来，这样可以吧？我应该有把单手剑，还不错啊。有吗？哎，没有。好吧，相信你应该没问题啊。好，这两个人啊。可以吧？不要披风。等一下，我跟你讲，虽然说我上一场也是这样讲，我觉得没有问题吧？结果我马上就出事，来个十一等的可怕的大只佬，小只佬，小只大佬，到底哪个称呼比较好？小只大佬。小芝麻，那哪里小芝麻了？
披风会被捡走。两只蜘蛛。来打我啊！哇！哦，蜘蛛好痛哦！蜘蛛怎么那么痛？我靠！我盾牌格挡已经开全程了。我刚才盾牌格挡已经开全程，我没有放下来过，好不好？你有看到我刚有放下来过吗？我盾牌都已经开了，从头到尾架着了。啊！不要披风，怎么会那么强？我的妈呀！蜘蛛血又多，攻击又高，哎，攻速又快。披风有诅咒，拿大剑砍它都没什么用。超人有披风都会死，蝙蝠侠也有披风啊。超人啊，超人也死过了。谁没有披风的？索尔也有披风啊，钢铁人没有披风他也死了。奇遇也没有死过啊，打我啊！呵。就不能背对啊！哦，太堵了啦！他失控了。狂暴状态啊！靠，这被毒死的哎、欸！不行，我觉得这不能打，这个太毒了。我不是被他打死，我是被他毒死的，超毒哎、欸！那中了之后直接爆开。我们不打这个，我们拿来去打另外一个。盾牌的一要按着，有啊。我们刚才盾牌一全程都有发动啊，你看左上角那个 icon 有没有？它不是有跳一个盾墙，但是没办法，打不到。哦，你们不要再洗了啦，太稀呀、啊、哦，很想抽你们，一直这样子干预哦。想抽哦，一直诱惑，一直干预，奇克苏喜爱度打变色龙呢？变色龙应该还好一点吧？打变色龙好了，变色龙钱也比较多、哦，很想要抽哎、欸，又很香，对啊。又香，我觉得重装应该又可以再爬排行榜了，不然最近排行榜掉到第八，八哈应该又可以排到前几了吧？香起来，
泰西亚已经有四约了，这么快，搞我！哎，怎么是蜘蛛？等一下，我刚才打的不是蜘蛛啊！先集火干掉一只。太可怕了，死抽就出了。读一下八滴八滴八滴，而且它那个会堆叠到三层，等你堆到三层就真的是炸裂，太可怕了。我不打蜘蛛啦，我们去打这个啦，我们去打这个变色龙啊。钱多事少离家近。对，打怪物穿刺没什么用哈。蜘蛛打你才扣七滴，中毒就扣十几滴，这么可怕！我才血才一百多，没有一个人在他面前可以撑得了三那个十秒钟的。死抽结束。两只蜥蜴。直接恐惧我，换你恐惧，然后互相恐惧对手。哦，把自己人砍死是不是？他把自己人砍死哦。等级没上来了，不能说他烂，他等级没上来，他如果等级上来，就会让你知道什么叫坦克啊。等他真正的上来之后，你就知道了。好像是被自己人打到的，对，友军伤害。这游戏还有友军伤害，里面在干嘛？里面在打架。我是还在训练他啦齁。耶耶。好。对啊，刚才如果带一只搞不好比较好打。双手。双手点高。双手武器。这游戏是不是初期都不需要点什么数值，直接把被动技能先点出来再说。收割者。对啊，我就觉得好像属性没什么用，在前期属性高，你还不如被动技能来的强大。有了，哨兵格挡成功，增加效果。旱地者，同时使用盾牌跟武器进行攻击。跳跃斩。跳跃斩，好，不错不错。医护士，医护士，有你有我，医护士之路有你有我，两个躺在那边，每丁每当，男神。等他医好，我要把他丢去那里面训练。我要想要让他训练新招啊。
对不对？原来是这样训练的，那这样我懂了，对不对？还有没有得打？看一下，这我要先存钱，直接买那个装备。五等、九等、五等、九等，打不打得赢啊？两只残血。试试看吧，不要害怕，我要把他们每一只压榨到体力都归零，然后才换下一只再继续打。不会啦，一只满血，不用怕。我们赔率比较高，双魅团，哎呦，双刀，大剑，糟了，好像刷啊，泰西亚可以刷，反正那个金齿轮不要留，这个是之后就没得刷了，能刷就刷。他打一打跑掉，哈哈哈哈，逃跑了，会怕啊。Here we go， 呵，声讨，女神啊，这次我赢不了啦，还想赢啊？还想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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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？Help！ Help！谁说赢不了的 啊等级比我高还不是手下败将。哇，舒服，又赚了一笔，道歉，哈哈，是我啦。欸，我等下可不可以去刷重装啊？我想刷，可是我不能抽脚，我要等明天还可以抽，不要等21号还可以抽。行，欸，回复药水，欸，杰斯，这都还好，都普通啦。我觉得自己重新培养会比较好，因为如果你不是用自己重新培养的，都很容易会有一堆莫名其妙的问题。男神好像已经可以快上丢上去训练了，可以先抽一体机，我不知道他能不能先抽一体机耶，我可能要先看看能不能抽一体机会比较好。好了，没关系，我们先整理完好不好？我们先整理完，到时候我们再去弄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就先上去抽一体机。看一下啊，收割者，欸，这个游戏真的很好玩欸。它这个游戏其实虽然说技能也是有差，可是还是可以靠操作来去玩。剑柄打击击晕三秒钟，连续劈砍三次，这个三重奏感觉也是猛，这感觉也是猛的。看为什么会有人突然啊？盾牌？对啊，没有那实况组比赛啊，所以我现在没办法啊。超难过，七等，现在多了一点，不知道干嘛。欸，他现在没事做，为什么多一个人没事做？没事做就去训练一下，还要我教你吗？来，我们现在有钱了，来去买一下。
子庄，你们觉得会有什么子庄？我觉得如果能够出紫色的单手武器，紫庄好像两金。紫庄，紫色单手武器，为什么有一个人连脸都不见了？嗯，阿迪，一金的是怎么回事啊？九等就要一金哦，我可不可以把奴隶练一练之后把它拿去卖掉啊？当然去练个几场，把它去卖掉，有点烂，有剑带啦，攻击稍微高一点的，冠军手套。敏捷加二，攻击速度加15%。鬼欸，这个跟鬼一样欸，这东西跟鬼一样欸，一金。我觉得先买武器吧，武器的效果会比较强，一口气就是让你知道说武器的力量，好吗？对，我拿如果有一金单手。紫色单手武器，我要下去开舵。七点下班到现在还没休息，先去睡了。OK， 早点休息，早点休息。累就要休息，真的，不要硬顶。像我现在这样，像我现在就是有点弥留状态。长柄武器，单纯长柄，其实长柄武器蛮强的。我之前看那长枪兵这样戳人，其实他的。效果蛮可观，哇！两金腰带，力量、耐力、敏捷、精准、智力、意志、枪品。地下黑市，地下黑市，刚才看过了吗？还没吗？两金腰带，不是哦，真的很累。我现在真的超累的，你们不懂我的累，真的很累。黑市都一样，三个都黑市啊，我们只能去黑市买啊。这种地下竞技场本来就不是什么见得了光的东西哦，对不对？做黑的嘛。我都来了，哎，不对啊，不是这一间啦，是这间啦，海盗。海盗，后期能靠能力值，对，我觉得能力值效益，他如果说不能够靠装备撑上去学技能的话，那能力值说实在没有现在急着要买的必要。对啊，先买武器比较重要啊。没有啊，都一样卖手套欸。哦，一斤。然后加敏加攻速，子午的几率好像都不是很高，可是我觉得可以买轻手套是没问题啊。对啊，盾牌蓝盾啊。蓝盾格挡率 35%。法杖、骑士剑，格挡率8%。要买吗？攻速加15%，不会让我后悔吗？好，不管，我相信我不会后悔。等我后悔的时候，就是我后悔的时候了啊！等我后悔的时候，我就后悔。我又破产了，不管，再去刷个几场。
我至少要先培养四肢能打的吧。但是如果 一口气派打那种四个人的，其实 效益没有很好，因为四个人的场啊，他经验值就会被分掉。你又有新手套了，我才刚帮你换了一个，你现在又有新的了。手套是要给谁啊？冠军手套要给谁？轻型皮甲，给男神吗？可是男神他现在的弓箭不好，因为他的弓箭是长弓啊，射击的那个频率没有很高。如果说要给的话，我还不如是给他。对啊，给他比较强啊。那为什么我的战利品没拿到？两根毛呢？我的两根毛怎么没了？说好的两根毛啊！我知道为什么刚才他弹不住了。这个盾牌格挡率只有 15%、啊。红色的这个盾牌的话，格挡率有没有 35%？ 角度150，差太多了。而且重点重量才多一而已哦，能力值却多了不止一的价值，超过。难怪扛不住。好了，就决定给他了啦。哦，好帅，主力角色。我要找个人上去赚钱啊！找他跟男神去赚钱吧。男神现在是因为他必须要压低他的负重率，所以他不能拿太好的装，不然的话，我给他穿一穿，他如果说撑上去，可以多拿一点装备就好了。来吧，男神。该开赚了吧？为什么一口气只能训练一个流派、啊？好可惜啊！如果说可以多训练几个就好了。表演赛，小队人数一，等级才二，才两等的。两等随便带一个人上去打了啦，不要丢男神。等一下，两等的随便拿一个暴食哥，暴食哥全武欸，我觉得带暴食哥上去练他。我先看他流派是什么，他的流派是决斗。哎呦，决斗家盗贼。欸，可以练盗贼哦。盗贼是吃什么？双持吗？哦，帮武器上毒欸。他的盗贼技能是可以帮武器上毒，毒去毒人家，让人流血跟那个。潜行的时候敌人感知范围减少。追击你的敌人，选择另外一个目标。从背后攻击的时候伤害增加哦，盗贼不太，可是盗贼真的，这个游戏盗贼有优势吗？场地这么小，又不是在玩神域，看他特质好了，高石之子，生命值低于 30% 的时候，回复速度增加，高傲，比你弱的敌人跟你近战的时候伤害会变低，可恨的脸。敌人有 25% 的几率会选择你作为目标。不行，他不能当盗贼，他没办法当盗贼，失控会进入暴走状态。他只适合当决斗家，他没办法当盗贼。对，因为决斗家就是要跟人家一对一，最好是来打他，有没有？就只怕敌人不打他，所以就当决斗家好了。决斗家可以迟钝。决斗家可以拿盾，拿长柄武器。那我觉得带单手或长柄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这样带长柄的话，搭配决斗家一对一，靠他的长柄的回避去打，
我们研究一下，我现在要想一下抱石哥要怎么练。抱石哥应该是可以练啊，戳刺，戳对方的脚，让对方移动速度降低，增加命中率。一年惹波浪符，一年惹，感谢边缘的某某解铃叶，他断到三啊，可以练啊，增加30%的攻击角度，降低伤害，击晕对方一秒钟，上挑击，哎呦这个强，冲锋前进。破甲无视物理抵抗，哇！可以点到3呢、欸，这个很强哎、欸，还有流血，光被动就够恶心了。很少两次，可以扫击跟刺激，刺激的话范围比较小，击倒所有目标内的敌人，哇！恭喜你，从今天开始你就是长柄大哥大。好，就帮你换一套装备。那长柄的属性是要吃什么？看看决斗家好像是吃敏捷嘛，敏捷跟智力还有精准，精准也蛮重要的，没差啦。我跟你讲，我先丢一套神装给他穿，这样我们又多一个果敢的战士。来，神装穿起来，神装穿起来，神装穿起来，谁打得赢你？他头盔呢？他没戴头盔。意志断绝。红色内裤。手套不要了吧？这个奴隶系列又可以丢了啦。其实一开始那些捡什么东西都没差，反正你只要冲上去啊，你的防御就比对方硬生生多那么多，他连你的边边都摸不到。当然，斗篷绝对不要忘记，一定要的。移动速度增加，好了，来个移动速度增加好了。好，这样可以吧？减10%，回避率减10%，太重了，没关系啦，重就重。来吧，抱石哥、嗯。哦，你是铁匠。参赛。好，这样就对了，抱石哥。哎、欸，那去哪里？完了，我觉得要输了。我觉得抱石哥这个没办法，他现在连他自己的定位都找不到，这个要输了。这个肯定输啊！这能赢，我佩服你。你先走了，好、哦，好、哦，你也不等一下，我还犹豫耶，我都没说走，然后就先走了。这就像是跟女朋友啪啪啪的时候。都还没有开始，他就结束了。赔率才 1.8， 让看看矮人的力量。穿了什么装备？你敢跟我打？长毛拖地。哎呀，这长毛比我还要高啊！好高的长毛啊 ！Here we go, go, go！20，说一下20，一定会赢诶、欸。可能这可能是他哥哥吧。
这太耗体力了。种族不一样啊，因为我是矮人啊。不是，别跑啊，我有体力消耗啊，挥这个要耗体力的。不是不要耗体力，我就猛戳就好了。Kill kill kill， 死！我要为我哥哥报仇。抱歉，你死了。Yes。迷豆子，你说暴食哥是迷豆子啊？有没有想要打这位观众的啊、哦？可以聊天室排队了。有人说他是迷豆子，买个伴手礼。加一，你惨了，怎么会这样？潜力点。单手吧，还是啊？不是，长柄。差点点错。戳刺这个吧，命中率加 8%，30% 角度，这个也没有必要点吧。戳脚胶呢？戳脚胶要不要点啊？点一下好了。戳脚好像有点强哎、欸。对啊，反正会缓速的，我觉得都还是可以点。对啊，感觉都是不错的。好啦，暴食哥，你功成身退了，你该去医院躺一躺。你先躺个十个半个月，再回到场上啊。有人陪他了，不孤单哦。还有没有啊？想要多赚点钱。四个人的，两个人的哥布林刺客，哥布林刺客一只应该打得赢了吧？来吧，应该是没问题。双手剑主手，哥布林杀手 ，Goblin Slam 三，到底他每次都要讲话讲那么一长串，不会很累吗？我觉得那个声优应该很累吧。那个声优啊，他不是每次都叫他什么 Goblin？ 哎呦，嘿，好帅啊！我们可不可以养一只哥布林啊？哥布林 Assassin， 嘿，哇，一个 miss！ 哎嘿嘿，哇，我转圈圈啊！这什么回事？乱转一通。嘿、hey, ，Number One， 他在比那个 Number One， 我得到一把盾，到底是怎样螺旋射击哦？好像有点帅，可是不能赌博，赚的钱有点少。有了新配方，不要再卖我那些小粪粪的啦，我不想要买这种粪粪。来，升级了，升级了，噔，双手，哎，哥布林雷亚，哦，哥布林雷亚赏没有吧？不是那个是 Slayer， 所以应该会有一个 S 开头的音吧？对吧？
三重奏，双手去双三重奏，击倒，急于目标三秒钟，还是要砍三蟹啊？好难选。这样，我可不可以自己办啊？我可以自己办吗？我想要办一场，欸，找人家来跟我打架啊，可不可以？对吧？这也是两个人的九等，哇，一个十等，一个八等，欸，可以自己办吗？角斗场，欸，可以耶，欸，分红是吧？赞助厂商。奖金，奖金当然是我自己会拿，啊，来啦，四十银，哦，总花费，为什么啊？战利品，影响力消耗，哦，还有影响力消耗，哇，好贵哦。我先存档好了，等下我自己来办一场，叫做老情C杯表演赛晋级赛，报名时间三，来啊，单挑啊，这样会有人来吗？对啊，还需要公关费用，欸，他这个消耗，我是不是打我打赢打输有什么差吗？这样好像不好，欸，因为你看你这样的话，你的那个影响力消耗掉了，就很麻烦啦，啊。赞助厂商，没人要提供我奖金。反正都存档了，来吧，试试看吧。举办比赛，陷阱十二个还要花钱，陷阱要花钱。吸引力，这个吸引力比较大，啊。没有，我按了没用，欸，为什么？哦，是因为我还没有打那个春季赛，对不对？春季赛还有56天，春季赛还有56天呢，欸，其实也没剩多少时间了。走啦，来去打棕熊。春季赛后才可以哦，那我觉得之后就很好玩啦，啊，就每天开啊，叫他们来打啊，你就丢对奖金，然后一直坑杀他们，奖金自己吸收啊，有没有报名费可以赚？那，啊，这样子我要拿什么当收入啊？我收入是什么？入场费，我要坑杀他们，拿来练等。拿来赚钱吧，练等，让这些 让这些人知道，还想从我身上赚钱啊，欸！哇，没体力了。啊！死人呐！怎么跑那么快？熊也太强了吧！
你怎么那么强？不行，我要换一个组合跟他打。这熊很猛哎，时速60公里，跑超快的，我的妈呀，跟鬼一样！哇哦哇哦，咔咔咔咔咔咔！后面又听到那个熊在叫，然后一直追着你，有没有？然后后来你转头发现追着你的不是熊，是公安，啪！不行，我要看一下。男神嘛，其实还是可以啦，稳稳打应该可以，但他有霸体，麻烦。高到战斗民族养的熊了。真的，为什么每个游戏的熊都那么强啊？好吧，你逼我的，我真的不想用这一招。暴菊大法，体型不允许，还有这种事？背袭，耶，98万！我现在还发现男神原来头发已经凋零了，没有关系啦，每天在竞技场水深火热，压力那么大，我秃了，但我变强了。哎，可是如果说真的变强跟秃。我会选择变强欸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就是变强跟不秃的话，我会选择变强，因为变强可以做很多事情啊，但不秃你能做的事情还是不多啊，对不对？你懂我意思吗？因为你就算你今天不秃，你没有女朋友的还是没女朋友啊，所以。你变强，对不对？想干嘛就干嘛。是不是？有没有道理？变强一定秃，可恶，这不能取个平衡点吗？哎，刚才没升级，叫那么大声干嘛？看一下，好了，先让他们休息啊，休起来，休起来。男神修个，还差几天啊？好像快要训练完了，再差2天。还有可以打的吗？3个人7等的，哦，3个人的。我是不是要带那个会比较好啊？秃一半强一半啊！我不要，我不想要不上不下，不上不下感觉没有什么用。要就要最强。轻型战靴，35%，49%格挡率。可是男神手好像断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不能带男神上去。暴食哥，哎，其实可以哎，让他上去练经验值也还不错啊。好了，不要了，我们求稳一点，不然考太多。哎，
训练中不行哎、欸。我相信你，好好干啊，干得好，天下都是你的；干不好，你就干到今天，哈哈哈哈，干得不好，你就干到今天了。为什么会说今天呢？因为你已经没有明天了。看一下装备，可以啦。我们等级又不低，中型胸甲。耐力，不要穿重型的，穿个那个轻中型的就好了。小圆盾不用，头盔还有吗？只剩下这个头盔了。腰带可以，敏捷加一，哇，减十哎，消耗的有点凶。这个体力会加。来吧，点敏捷，King 的真实强度。哦，他们都等级这么高。还是有点怕怕的。BOSS 哥真的很像小人国来的。哇，对面都壮汉，黄金十二猛汉。哇，好像有个大奶。不要怕，直接冲了。哦呦！他已经上盾。哇，这个招好强啊！他会自己补血。哇，这是为什么可以这么强啊？这只倒，结果反而等级最高的没有作用哎、欸。BOSS 哥还被夹子夹到，那带盾牌一个人干掉两个人，你敢信？剩你一个人了。啊不是要跳跃吗 ？Kill kill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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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kill！ 为什么有人站着比蹲着，站着比蹲着高？啊，蹲着比站着高，笑死！怎么那么矮？你活下来了。你活了，又变得更强了，好强哦！我觉得奥克斯的盾牌弄上来之后真的很猛哎。Feel my fury， 哦，男神复原了，我们现在可以打四人了。到底训练完了没？还差一回合。暴食哥，长柄武器。哦，技能看一下。有没有被动技能可以点？没有，命中增加要学一招攻击吧。我们今天先学一个极晕好了，这个极晕很强啊 ，CD 时间16秒，算蛮短的了。然后呢，你，哦，有了，你完整了，双手武器大师，三重级啦。这明明就是三重咒，对不对？你看哦，为什么每次我要讲
说三重级，大家都说不是，是三重级。我就说，你看音乐你会说三重奏，可是你不会讲三重奏吧？对不对？是不是今天的谜题都解开了？三重级，三重奏，对吧？没有错吧？三重级，三重级。念三重奏，你都念那个 IKEA， 我都念史巴拉西。来，我看一下，双手他是什么东西？指挥官，你觉得当这个拿指挥官是好还是不好啊？我知道游侠绝对没用，他有游侠属性是完全没用的，还是要当狂战士。你看，穷追猛打追杀敌人，这图案真的超好笑。欧拉夫还是指挥官？指挥官，我们看一下指挥官，增加体力回复，激励队友，让他攻速上升，声讨敌人，骂他，给他闪避惩罚。队友倒下的时候，死亡的时候呢，其他的队友会有复仇状态，增加12%伤害。然后还有叠加死效果可叠加，意思就是说死了一个队友加12%，死两个队友加24%，不行欸，感觉还好哦，可以补血，25%可以补血，可以选一个人当指挥官吧。盾牌兵当指挥官的话，可是盾牌有捍卫者可以点，虽然我也不会把它全部点完啦。对啊，好像是狂战士好了，那他的点数还是留起来，好吧？狂战士其实他可以当角斗士也不错，角斗士有这个撞击，拿双手的武器挥也是很痛，像这个蓄力斩有没有？对方被砍到之后呢，还会造成50%的体力值伤害，就是他体力会扣吧。那狂战士是用头敲人啊，他的本身特质呢，热心满满，挑战者，神话生物他不能打，困兽之斗。所以如果说他生命值降低，攻击力提高的话，那我们可以选一个，就是主打。生命值变少了之后，可以再继续打的。负面状态攻击增加，砍人。生命值降低至1也不会立即死亡。啊？啊？一秒内不会受到任何伤害。就是一秒，然后一秒完之后呢？一秒完，你一秒结束之后还活着吗？一秒无敌，不行。可是他是损失1%生命值，攻速会再增加，可以啦。那我觉得还是狂战士好了啦。他搭配特质这样打起来其实是蛮恶心的，然后耐力嘛，那狂战士的话，我觉得需要点一些耐力要点上去一点。头锤有没有什么攻击比较强的？智力5%的几率让对方自残，这还好。对倒地跟击晕的敌人。哦，可以耶！我这个敲晕之后，直接剁他的头，有没有？力量跟精准，好哦，好哦。所以要点力量，升级了，
恭喜你也毕业了啊！没有啦，他只是小学毕业。盾牌，增加10%的格挡几率。跳向敌人，格挡几率69%哎，哇，好好扯哦！你看他这个装备又帅又猛哎，哇，你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什么造型？好帅哦！69哎，我知道他特质有看到啊，他特质是那个移动速度会增加，有没有？然后又有韧性，但韧性是被 SN 鞭打的时候才有差。现在没什么差，哇，好强哦！再一回合他就可以上去了。等一下，我现在一金，再赚一点钱。六等的长弓，哎，男神有武器可以换咯。来，看一下，要上男神吗？对方六等，可是上暴食哥我是有点怕。可以啦，我觉得让男神上去打一下好了，反正可以练经验值。自己的武器自己打。上盾，好，交给你了。活着回来，哈哈，活着回来。对，他手已经好了啦，上去踹死他，你。不要被打，不要让拿大斧头把你砍死就好。他上去回来是断一条手，对方六等，还好啦，对方才六等，不要怕，没什么好害怕的。咻咻咻！哎、欸，妹子、欸，哎，哇，这是单手的还是双手的？只要，哎、欸，自残了还会动哎、欸，厉害！啊、好痛、喔，够痛，流血了哈！啊，我中毒了！来，你们选，要不要 kill？ 让他生，让他生，是不是？影响力降低3，不行啊！让他生，还有扣我自己的影响力干嘛 ？Yes， 有了长弓。待会我可以再去买一把蓝武，但是我觉得存两金再去买会比较好吧。存两金去买那个紫色武器，或是蓝色武器。啊，有了决斗家，解放了，解放了，他超能解放了。好，那来欠集一下。来，你去睡，然后你去训练。他要训练什么？男神的话，我们刚才帮他看了一下，好像是要训练这个谁啊？神色吧，神色嘛，对不对？因为游侠是近距离的，神色其实对他来讲会比较好。神色，因为我们都已经选了这个搭配神色，还有这个强袭剑，把对方给击退，太猛了，太帅了。啊、哦，所以我们需要点一些力量跟敏捷，敏捷、意志、敏捷已经有一个了，所以力量不用啦，流派学太多，浪费太多回合，学一个就好了。神射手，不要学游侠。好了，恭喜你，你已经成为了最强的决斗家。
增加 15% 周旋速度。有点厉害。他现在已经获得解放了。我觉得之后这个恶魔横空出世，我们就继续练他。把他练上去。长弓。啊不对啊，你现在就拿长弓啊。他已经拿长弓了，我就打长弓干嘛？算了啦，没差，可以拿去卖。哎，四人场哎，他不让我参赛。斗兽狼王，40块，11等的哦，11等的，这个好凶哦。皮革剑带，先买东西好了。来吧，没关系，我们先买，我们先买，然后等下再去，等下再去打。等下一回合，我们的决斗者鞋也回上来了。我现在就是要我们再买一把单手武器给他拿，不然他那把匕首的伤害不太够。如果有两把刺剑的话，其实还蛮猛的。都快大学了，大学要毕业了是吗？加油啊！军刀，哇，50银可以哦。长柄武器扩建1斤，这个算是给暴食哥的武器吧。可是他现在拿效益感觉没有很高，那不如让他拿军刀，先买军刀吧。矮人剑带，刺穿，哇！不行不行不行，好，先忍先忍啊，先忍着先忍着。怪物屠夫，哇！我应该先存钱的。为什么有钱的时候不来那么多好东西？哇哇！怪物屠夫斗篷，加恶意志，哎，所有抗性加10，好猛哦！看一下别间店。一下黑石，下次来就没了哈。下次来就没了。矮人，对啊，冠军斗篷加5%格挡啊，5%格挡。这边格挡王阿拉丁。天方夜谭，在这沙漠之都，一国的情调，七风和一书。哎，这为什么 Z 奶出现了？Z 奶，可是我现在没办法再养一个人了，已经山穷水尽了。再买下去就爆了。冠军皮带，黑市。我说黑市不是 Hey Siri。我没有这个问题的答案，还有需要帮忙的吗 ？Hey Siri， 你觉得我要买奴隶吗？我怎么想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怎么想。Hey Siri， 你觉得买哪个奴隶比较好？我怎么想不重要。靠，他只会怎么想不重要。金属长弓，蓝弓哎，蓝弓伤害哦，15到19，很高哦，而且精准加3，命中率变得非常高，然后精准会加暴击状态，连你都回忆是不是？Hey Siri， 你的回应真的假的？来啊，我来。Hey Siri，
打给我的女朋友。他还没出生。看，连你都在酸我，不跟你好了。还好我的没打，有没有打出去的？聊天室的有打出去的，打加一。我跟你讲，可播的不是没有女朋友啊，可播的是在自欺欺人啊。啊、哦，那打加一的，赶快我给你们个机会。刚才在说谎的，打个哭哭脸我看看。打给我，你干嘛？我没有打给你哦。呵呵你看这么多人说谎，告诉我们说不要乱说谎。为什么要这样自己让自己的内心受折磨？林杰加一，好啦，我觉得还是回去买一把植物好了。再一次，再一次干嘛？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我有时候很无聊，我都会跟 Siri 讲话。我是不是生病了？我是不是生病了？我觉得我最近有时候很无聊，都跟 Siri 聊天呢、欸。哈哈，哎，怎么没啊？没有啦，蓝武可以，好吧？那矮人弓箭带跟。军刀哪个比较好？这个是有刺穿穿透啊，等于是有真实伤害。然后这个是可以马上变强，我觉得军刀会比较划算。弓箭带，军刀先吧，而且扩建我也想买，我来卖一点东西好了。卖掉我的银色獠牙，卖掉长弓，双手棒，对啊，我觉得先强化其他人比较重要，因为全部资源堆在男神身上，我是担心万一他如果受伤。他、啊、之后 要出战，或者说战场上面没有人可以接主力攻击手，这样太可惜了。有原本打得赢的就变打不赢，所以我想说还是干脆把资源先分散出去会好一点，对吧？我们把资源分散出去，军刀、火箭，咬着牙买了。咬着牙买了，买起来，小云盾卖了，这个没关系。真盾卖了，好，啊、哦、啊、哦，心好痛，啊、哦、啊、哦，心好痛 ，shit。我的心好痛，内心觉得好像少了点什么。帮拿盾那位拿换成短矛吗？好像也不错哈。哈，哈，有了暴食哥，暴食哥总算进化了，而且还跳阶，直接跳阶进化。刺穿穿透，切割穿透，切割穿透的意思就是说无视他的防御 20% 嘛，对不对？然后他的攻击速度 0.45， 攻击范围 1.7， 稍微小了一点，对啊，稍微小了一点，
但他暴击伤害加 25%， 野蛮开舵，怎么感觉那么小只啊？怎么感觉小小只的？一要女朋友就不能随意氪金了，下半辈子都不能。不一定啊，为什么不能？对不对？但是我就这样，我这样问你嘛，女朋友跟氪金，你选哪一个？女朋友跟氪金，你自己选。氪金，嗯，有道理。你们都这么说了，好了，我们先存个档好了啦。我先来去，你知道的。噔噔，噔噔噔噔，噔噔。懒猫也有女朋友哦，是啊、哦，我还真的不知道哎、欸。啊，有啦有啦有啦，对啊，有印象有印象，有有有，有有有，他有啦，有印象有印象。然后又不自由，干嘛这样？好了，我看一下。